乔琳，你愿一生一世爱护白晨，娶她为妻子吗？我愿意。白晨，你愿一生一世爱着乔琳，守护她，支持她，嫁给她吗？我愿意。在座的各位亲朋好友，你们愿意见证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吗？愿意。好，双方交换信物。乔琳，你可以亲吻你的妻子了。思思是不是你杀的？不是。哼。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收回我给他的一切，包括他身上的衣服。是个畜生。白晨，你就是这样爱我的吗？你这么做就是在浪费时间，杀害思思的人还在逍遥法外。乔琳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思思真的不是我杀的，我也没有做过伤害思思的事情，思思也不想看到他哥变成这样。你如果乖乖承认的话，我可能还会放过你。既然这样，别怪我无情了。乔琳，思思真的不是我杀的，乔琳。地板收拾干净，去把我的衣服洗了。手洗的才干净，门口还有一双鞋，给我刷了。
好吗？